他们是找问题呀、啊，找出问题来、啊。不是客人自己，他就自己发现问题，他就要搞。我近期不顺的，就要弄。啊，那你转过时间，转过时间那个一年或转过一段时间，就顺着弄那啥。他们是很猖狂的，我会觉得好像应该去做事的。对，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啊，下面没有做事，一天晚上说忙忙忙，然后去这里去那里，真的有这么忙吗？过去就过以去。前8个人的活儿，现在2个人在干，妈妈。我说他们。他们呢？嗯。啊，大家都怎么说这个有人就都忙，这个怎么说忙的呀？忙点充实嘛。疫情啊，应该是23年就结束了啊。中国有句话，大疫不过三啊，这是中国俗话。马上呢，24年就进入离火运，疫情啊，最怕的就是火啊。癸水为疫啊，癸水为疫，癸水呢最怕的是丙火啊，所以马上进入了火年，24年进入火年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23年就应该就结束了。对此23年，10月份或者年底，大家呢看一下师傅说的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24年一旦丙火运一起来，癸水立刻就不行，好吧？房子啊，现在不好卖，但是呢好买。深圳呢，现在1个月才是1000多套呗，所以深圳房子这根本就不行哎。然后讲那个国运的时候，会给大家讲一下房子啊。我搜一个国运的表格给大家弄出来。当你们那个理论基础扎实了，就在网上啊，就知道哪个是好啊，有用的，哪个是没用的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如果理论基础知识都不行啊，弄起来就很头疼了。三元九运。你看这些都不行。哎，这个还可以。
他这个也不太好，他这个没把那个五行标上，看我还找得好，更好一点啊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得看盘啊，先把这课讲完啊。啊，等一下看盘，然后看盘要学员之间互相看呐、啊，这样大家都有提升啊，你自己也看啊，然后你自己这样你才能成长啊。天天要收看你的师傅这个不在这个，或者是你自己要学，你自己都会看了啊，自己都会看了啊。应该是走到驿马星这里才会上班吧。对，等一下叔叔看，到学员之间看啊。然后现在我们还讲课，大概讲国运啊。我回一下。师傅讲过嘛，这个什么叫大太极？大太极呢是这个整个这个大的这个方位去化解的，小太极呢是根据宫位去化解的啊。大太极呢，大家呢先用一个小太极。啊，那大太极呢，先别用，因为大太极里面相当复杂，啊，相当复杂，你用起来就更不行了。小太极呢，就是根据盘面，哎，宫位啊，然后盘里边去画，然后呢，但是为什么要给大家讲国运呢？因为国运呢，怎么说呢？不是要教你去化解的，一会儿对一对，你们有没有这个进入这个国运？进上这个国运的人呢，哎，就是呢就别想着化解了，就想着怎么数钱吧，啊。啊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八运是艮宫，艮运啊，艮是土地运，土地运啊，土运。离呢是火，哎呀，他这个还不行，哎，他这个表都用不上了，他这个表太短了，我们呢上下都要看的，他这个太短了。这个表也不行啊，大家这个表也不看了啊，这个表用不上，嗯，我手写吧。
2004吧，到2024，奋斗奋运为土地，土运2024到这个2044，为离宫为土运，2044到2066为这个坎儿，水运。然后这国运呢，交运呢，上下五年啊，交运上下五年，提前五年，后延五年，上下五年不一定的啊。这个图运排的，这个国运排的话，学姐，来，帅哥，像这个图片排的，图片啊，这个排的，国运排的，发的学姐，主要排国运吧。我发了啊，行，你发给一个人发就行。这个2024年到2044年的，这个走土运，所以说做跟土有关系的啊，都会这个坎转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刚才讲范冰冰啊，范冰冰是1984年到2004年，那个是走的啊坎啊，走的对宫啊大运，所以范冰冰呢躺在国运上啊，事业上跟国运相逢了。然后呢，跟大家解决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这个国运上下这个五年，它像春天到夏天不是过来的。大家看有没有感觉2019年刚开始房地产就开始步行了，2019年就开始步行了啊，这个2002年房地产才开始上升的，2019年开始下降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师傅讲了上下有五年了，他这个来的迟，稍稍迟一点。迟一点，然后呢走得早一点啊，就不行了啊。然后呢，很多人问师傅，这个房子到这个未来怎么样？到这个离宫是火运，火是不是生土啊？我生者怎么呢？修看哪里？看这里啊。师傅那个上面这个书上也有，这个盘子上也有，我生者修啊。走的离宫火运是离是为主的，然后呢离跟土生关系，火是不是生土啊？我生者修，所以土要休息了。土一休是什么概念呢？土休了什么概念？不涨不跌啊，房地产的这个在这20年上呢不涨不跌啊。然后走到下2044年的时候呢，火呢跟这个水什么水什么水到走他走坎运的时候，水是不是克火呀？我克者怎么呢？对这个水呀、啊，水是不是克土啊？土啊，土是不是克水？土是不是克水？啊，土克水，克我者死，克我者求。求也不行啊。克我者求。克我者求，所以说呢，很多人问师傅，这个房地产的房子到底是买还是卖还是怎么样啊？这个到这个下一个国运的时候呢，房地产呢修呢是怎么说呢？动向不大，涨呢跌呢也幅度不会太大啊。像大家说，国家也跌也跌不起，涨也涨不行。到2044年，球是根本就卖不出去，没有交易了，
啊，没有交易的。那你师傅到底怎么办？什么时候一定在求之前走啊？在求之前走，师傅讲了提前五年嘛，就2040年之前，一定把手里的房子全部清掉。2040年的啊之前啊，一定把房子全部清掉啊，好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这是跟这个房地产的话啊，大家看一看这个火运。然后呢，离宫是火运，师傅讲了，火主文明，火主文明，文明啊是这个高端的，带着人类发展的。师傅讲，刚开始上次都讲了，这里就时间就不重复了。火主文明，大家不喜欢算吗？然后呢，我现在帮你们看看啊。这个有没有跟大运有关系的？看看你的命啊，有没有踏上大运的啊？看上面这个是谁？哎，雷，看雷先生的。没有。先看一下雷先生的命啊，命呢在庚啊。庚在这位置啊，啊，庚在这里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是正宫啊，正宫呢啊没有在跟大运发上。看看运呢是在丁啊，丁在哪里呢？啊，丁也在这个巽宫啊，也没踏上啊。然后再看看年柱，大事呢，大事呢看年柱啊，大事看年柱，年柱呢是甲，哎，直符踏上了啊。恭喜雷先生啊，你这年命踏上了。年命踏上的是这个叫怎么说，命和运都没踏上，但年柱踏上。年柱呢它也是一个主相啊，一问这个人家问你是几年生的，属什么的，多少岁啊，年柱是有相，但是它呢在这个如果说命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，最多算是这个风水吧。年度差会弱很多，但是呢，多少呢？你还沾了边，有的人边都没沾上啊啊！所以说呢，这个2024年的可能就会相对要好很多啊，因为这个命宫啊这块呢，它还没踏上。命呢可能要踏上呢，就占到了90%以上。运呢踏上呢要占到60-70%以上，年踏上呢可能也是30%左右啊，不多，但是总体好像没人踏上要强啊。然后呢再看看你下面有没有这个踏上这个国运的啊，38岁乙卯运乙是没有的啊，他就是哎呀乙有哎，有，你看你大运也踏上了啊，看见没有，乙卯运，己卯运啊，戊己己卯运啊，这个所以说这个年命踏上了，大运也踏上了，所以说呢啊这块呢就是相当的不错了啊。你看这个上面是胎呢，新的事物刚开始发展了，正印呢开始掌控一些正，叫做正印的掌握这个叫怎么说，新的事业啊，新的东西啊啊，这个正就是人生正道是常常那个正的主业啊开始了啊，38岁，啊，己卯运，但是你现在踏的不是的，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什么，还没到，早了哈、啊，这个还是守得更己卯啊，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24年，还到2024年才行，这个还没到啊，到后面啊庚辰啊大运没大运的踏早了，你这块运还是在那什么，在这个艮宫上了，你这块也是，这块呢是这个。啊，庚辰啊，庚就啊，这块啊走到你自身的这个命宫了。你从这个23年的40岁开始走到自身的命宫里面去了，走到自身里面的命宫里面去了，好吧？啊，庚辰大运，庚在这里头，辰在这里头啊，走到自身的命啊上命和运宫里面去了啊，23年啊，这个没啥事，你这就。命啊，就是那个年命啊，踏上一点点啊，年命踏上一点点啊，好吧，总体没踏上要强啊。你要是这个晚10年呢、啊，那就厉害了。
晚四天七天，我就要把你名字特殊的写标记出来。你这个大运整了十年了，你要是现在走了己卯大运，那可了不得喽。听到了吗，雷志明啊？雷志明，看一下啊，啊，再看看这个。啊，再看看这个啊，大家这个自己去看一看啊，自己去看一看，看看这个，等一下啊，一个一个来啊。上面这个女孩，宁啊，帮您看一下啊，啊宁啊。